现在是鼓手、嗯、对九号的路德威尔森去守，嗯，小二雷啊，但是雷尔德二雷手退场，哇，结果这一棒在左外野方向，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林海军也挥出了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一上来啊，这个新的投手藤登将一球，结果林凯军就把球给送出全垒打墙之外，比较合胃口了哈，持球掌握度不错，两分炮，现在9-0了，中华队9-0领先，嗯，哇，这个球就没话讲，击中球就知道有了，哇，我们平面媒体的摄影大。